相信张子妍这个名字，每个人都应该熟悉吧。张子妍陪睡案在韩国是一个热门话题。张子妍在当年报告了此案，因为她不能接受这种蹂躏。然而，这个案子不了了之了。现在，根据250000人的请愿，张子妍的案件需要公开和公正的审理。随着检察官对案件的进一步调查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张子妍在《花样男子》中扮演反派角色，很受欢迎。然而，就在张子妍应该开始他的职业生涯的时候，9年前，他被发现吊死在家里，只有26岁。但是，他的遗书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一个年轻的女孩因为胆小，被经纪公司用作男人的玩偶。他被无数次当作男人的性工具，最后张子妍因抑郁症自杀了。可以说，几年前这个案子被重新发现了，但更难找到证据，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证据已经被销毁。此外，该案件涉及大量人员，超过30人，他们都是知名人士，因此这个案件更难证明。然而，检方一直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努力寻找证据，最后整个案子取得了新的进展。为了接待客人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张子妍每天都要接待10位顾客，自己连小姐都不如。老板让她和客户睡觉，却发现不止一个人，甚至在母亲节她也得去，一次和4个男人睡觉。这些是媒体以前披露的细节，这些细节告诉我们，韩国娱乐圈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丽，表面明亮，内部肮脏，你永远猜不到有多少丑陋的面孔。更重要的是，每次张子妍的老板让张子妍陪客人，都会喝自制药水，声称这对他有好处。但是每个人都知道，这是一种刺激生理反应的药物，如果张子妍不喝，他会被老板逼下台，实在是泯灭人性。之后，这些顾客有时会在玻璃杯里放一些未知的药物给张子妍喝。这些顾客只关心张子妍在床上会做什么，但他们不关心张子妍的身心受到了多么严重的破坏。根据举证责任，张子妍出来后连路都走不了，最终